小朋友在床上，然后读这个故事书给他们听，然后给他们变装一下，他们比较兴奋。先把它藏起来好了。所以现在要道具 ，Max 应该有。哇，这边好多。噔噔。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Cool。不错。哇哦！哎呀，把这些拿进去。哎，还有这个哎，哇，酷！哇，这个 Max 一定很喜欢。先跟他藏起来吧。晚上就来这边变装了。